在越南美食节的第一天，厨师们已烹制了越南鸡肉粉、虾卷等越南特色菜肴。这些美食不仅以特殊香味而闻名，而且还反映了越南美食遗产和丰富的香味。这是越南首次参加印度国际酒店餐馆用品和食品展，以1000间展位的规模，预计将吸引参展人数2万至2.5万人次的该展，是越南企业推广本国美食、推介越南目的地的良好机会。印度是庞大市场，通过该活动将有助于向这一国家推广越南美食。越南的参与已受到印度展览商、参观者的积极反馈，许多印度人在获悉关于越南饮食节的信息后十分高兴，因为目前越南是吸引许多印度游客前来旅游的目的地。在越南美食节的最后一天，越方组委会将继续向印度酒店、餐馆企业、旅游公司、活动策划公司和印度从事食品和饮料领域的商人推介越南美食。这是嘉宾直接体验、品尝由越南优秀厨师烹制的特色菜肴的良好机会。